和孩子好好说他都不听，非要人家生气发脾气的时候才会听。今天的这一集其实我觉得要深入浅出，为什么？因为要好好的仔细的探讨这一个孩子的心理跟行为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浅出是什么？是教大家如何沟通。因为过去我发现很多的爸爸妈妈在对这一群就是讲不听，或者说是我就一定要弄到人家生气，我们的教养的方法还有我们的对应的方法沟通的方法可能不对哦。所以今天这一集要教很多很多的沟通的方式，主要今天要 解答孩子的三个这种原因跟心理，然后呢还要教大家四个沟通方法。所以你看好好说都不听，四个沟通法今天是最重要的、哦、好，来，你家的小朋友有没有好好说都不听，都一定要弄到妈妈生气，然后呢才会怕，然后才来说妈妈好凶、哦、好，我前几则我就一直在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很多的妈妈都觉得，对，我们也不想要一开始的时候就用生气的方式。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有没有都好好说，来回答老师、哦、来上来讨论这个议题，我觉得这个议题太重要了。你们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好好说？我相信很多父母其实不会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用就用很凶的，用吼的等等这样的一个方式，这其实我觉得不太可能是这样。可是我觉得为什么会不凶就不听呢、哦、好，那常见的十个状况，我们先来看一下。来，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可以进来了。好，我觉得今天来讨论的是很重要，就是等一下要跟大家讲的沟通方法。沟通方法，有啊，你米米就说，对，我家的小孩就是这样，好好说都不听。那好像是常见的，但是问题是我觉得真的很需要来了解一下。第一个，好好说都不会听，要人家生气，要生气，要真的吼了以后，然后才开始会听。好，那第二个，只会怕，还有比较听比较凶的人哦，吼、哦、好，他只会去怕那个比较凶的人，好、哦，然后只会去听比较凶的人哦，好，所以好像有时候台语讲什么愣头青棍，有没有？就是好像就是吃，就是对软的，就是整个就是完全都不信你，不吃你那一套，然后你有时候就会教到很生气，然后呢，对，有些孩子就对爸爸讲一句就听了，吼、哦、好，是不是因为爸爸比我凶呢？等等，我觉得今天很需要。今天才上演两次是不是、哦、小凡妈妈晚安、哦、好，有妈妈说今天才上完两次、哦、Rita 你说真的阿瑞也是其中一个，三岁适用吗？适用啊，今天的课程从三岁到我觉得到十二岁的小朋友我觉得都很适用，然后最后还要送大家一个 我自己亲自做的一个表，因为我觉得有一个能力培养起来了以后，你的孩子从此之后听完这一集以后就会减少，真的就会减少这种不凶就不听、哦、好好说就会变得比较会听、哦、好，来，所以我今天最后也要送给大家一个表，那你一定要留到最后哦，因为那个教材很珍贵、哦、好，那我不会随便送的，我一定送给最认真的人、哦、为什么？因为你认真跟着在这边一起上，然后呢从初阶到中阶到进阶都一直跟着的时候，那我一定要把我最丰富的教材给大家，都是免费的、哦、在这边呢教材都是免费，在这边讨论的议题一定都是大家的痛点，一定都是很多人遇到的，可是你每一天在这边循环，还不如来听个二三十分钟的直播，你就可以了解哦，原来我教错了，原来孩子是这样想、哦、好，所以这是第二个，只会怕跟听比较凶的人。第三个，常没有在听，没有记，没有在记该记的事，有没有？有的话你就写下来。 你的小孩是第几个？一有没有？二有没有？三有没有？哦、好，来，吴芳如妈妈说雅思边缘雅思的小朋友适用吗？适用啊，今天都非常非常适用、哦、好，然后黄怪怪说发脾气还是不听，对啊，所以你看硬的跟软的都来了还是没有效啊，所以我就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来研究有效的方法。好，第四个，有没有中自己先不对，然后还会怪妈妈很凶，怪爸爸很凶、哦、好，来，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第四个其实也可以延伸啊，就是孩子有时候其实做错事的时候不太愿意道歉，第一时间的时候他们不是说对不起，第一时间的时候他们可能是发脾气。好、哦、好，那我下午有讲了，其实他们发脾气是在保护自己哦，不是帮他们讲话，他们发脾气其实是在保护自己，只是说他用的方式不对，他还没有成熟，你没有教他，他就没有这种能力。所以大人犯错，当然大人要先讲对不起，没有错。可是当孩子犯错的时候，他第一时间的时候他会先保护自己，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教。
教什么？教你现在应该要怎么样回应才是正确的。这个等一下我要告诉大家。哦、好，来，好、哦、权重，好 ，Mandy， 你说权重最近一直被气到，好、哦，常怪妈妈，对不对？你看，常怪妈妈，怪妈妈很凶。然后第五个一直在重复在犯同样的错。哦，好，来第六个提醒他不要做，但他还是偏偏要去做。哦，好，那个今天去接孩子下课的时候，刚好就看到一个妈妈，一个小朋友，目测大概就是小班中班左右啦。哦，好，往妈妈要带他要离开学校了，结果他往反方向跑。哦，往反方向跑，然后妈妈说回来。对啊，哈、哦，越讲他越跑得越远。哦，还好是冲向校园里面要去玩等等的，不是冲到那个马路上面去。可是就已经要带他了，然后回来我们要走了哦。听完了没讲没事，听完了又反而往那边。哎啊，怎么会变成要很大声，然后要很凶的时候，他才会叫你才能把他拉走呢？这个横跨各个年龄都是一样，包括小学生也是一样。真的都是一样、哦、那这里面一定有一些秘密，教养的秘密、哦、一定有一些真相，我们必须要来破解掉、哦、好，所以这是 第六个第七个，做错了总是怪别人害他，迁怒到别人身上、哦、这都还是有一些不成熟存在啊。所以我们不是坐在这边批判孩子的，不是，是我们要来研究怎么教他们，因为他们有很多东西还没有成熟。哦、好，那我们只要做错了，那孩子对你的防御心更重，更叛逆，然后呢更不想听。你看很多人的亲子关系就是因为这样子啊，900位爸爸妈妈，你说我讲的对不对？哦、好，哦、妈妈现在是妈妈的自由时间是不是？哦、好，来赶快来看、哦、爸爸也可以来看，妈妈也可以来看、哦、我觉得大家来听听看。然后第八个，挑战底线，故意行为很多，故意。这故意行为其实从5岁、6岁、7岁、8岁就开始陆续的一直在出来。哦、好，那大概是6到8岁故意行为是最高峰，6到8岁是最高峰。哦、所以这个是这第八个，有没有第八个的？第九个，不想被管，但是自己又不能管好自己，有没有？哦、好，自己又不能很自律、自动自发，这个我们自动自发之前讨论过，但不想被管，自己又不能管好自己。哦、那这个就是最。所以就我也不想管你啊，我们常常都讲这个，我们也不想要管啊。好，再来第十个，怎么骂都不怕，好、哦、好，依然顾我，好、哦、好，那不要打啦，好、哦、好，我一直跟大家讲说不要打，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是可能都是被激怒的，但是一定不要打孩子，好、哦、好啊。但是问题是他们怎么骂也都不怕，好、哦、好，都还是依然顾我，还是做那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研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好、哦、好，来930位爸爸妈妈，好、哦、好，文婷妈妈说我也想要当温柔的妈妈，这里的爸爸妈妈都是啊，我们也很想要温柔啦，但问题是就是 我说我就是一定要破解掉这一题啦，好好讲是没有用的、哦、好好讲的是没有用的，但是我今天要帮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有一些沟通的方法，好好讲是有用的，因为你的好好讲跟我的好好讲不一样，好、哦，你的好好讲跟我的好好讲不一样。你前面好好讲，可能没有抓到重点，可能没有输入给孩子。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哦，赢家妈妈一直掉发哦，赶快对这个一定要保重，好不好？哦、好去散散心、哦，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要压力这么大。哦、好来，那如果你有方法的话，教小孩就不会压力这么大。你说老师讲的对不对？先来看看我认为的。好好说都不会听的三个心理，你知道孩子在想什么吗？他为什么不听你的吗？第一个，我们很快进到第一个、哦、有听到重点的话你可以记笔记、哦、第一个，你警告的事不会发生，譬如说你告诉他你不要跳沙发，你在跳沙发的时候等一下撞到茶几的时候，然后会痛会哭，到时候会流血，你知道孩子这时候心里面在想什么吗？我不会。有没有破解第一题的、哦、好，他觉得我不会，那这里面的沟通方式就是他有这种心理是正常，可是我们如果又用这种就是恐吓或者是威胁或者是把他状态讲得很严重等等这样的方式去教的时候，那就更让他觉得我不会，我能控制得很好，所以你讲的不一定是对的，这就第二个心理了。来第二个，我觉得我才是对的，孩子的心里面在想说我觉得我才是对的，你有没有发现，你有发现当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哦、好，他会觉得他讲的是对的，
哦，没错，对不对？哦，好，来，玉婷妈妈说真的呢，佩子妈妈也同意。哦，好，来，好，这是你妈妈说，她会说我会很小心的啦，一样啊，她还是觉得你警告的事情不会发生，我只要小心就没有问题呀。哦，好，来，又轩妈妈说真的会当面的说，我不会，对哈，真的哈，对啊，所以我就说我们在这边。在这边研究小朋友这些东西，我觉得有时候也蛮有趣的，因为他们画的重点根本不一样。我们如果没有跳到他们的世界，用他们的语言去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你会发现沟不通。你一直站在大人的立场去告诉他，这危险，那会怎样，等等那样子的，那这个时候就是他不觉得嘛，他不信邪嘛，他觉得不会啊，等等啊，好，那只有千分之一跟万分之一，或者是好了百分之一的那样的一个几率的话，他觉得我不会，我没有遇到。妈妈，你讲的不一定我会发生。好，然后另外一个，长越大了以后，越觉得自己的能力越强，越来越觉得自己是对的。所以我才会说，今天的这一集是横跨各个年龄啊。这些心理是从幼儿心理到儿童的这个阶段，他们就会慢慢的就是这样子，都是一样啊。你说青少年也是，真的也是。好，到青少年，我们讲十八岁以前都是孩子嘛。好，到十八岁以前的时候，真的心理一也有青少年。如果你要跟我讲说，心理第一个，你警告的事不会发生，有他们也会这样觉得。第二个，我觉得我才是对的，青少年更是这样子觉得。好，那所以你看，是不是小的也这样觉得，大的也这样觉得呢？好，再来第三个，我不想听，你管我就不想听。而且你越用威胁的方式的话，我越跟你唱反调，我越走反方向。他们会有这种心理，我不想听，所以我就会走反方向。而且你用错方式了，我就离你更远。好，所以1150位爸爸妈妈，好，这三个心理你知道吗？你知道了以后，你接下来才会好好的坐下来听我怎么样跟他们对话，因为接下来的四个沟通方式太重要了。所以今天就帮大家提纲挈领一下，吼，好，来，整天都在惹妈妈生气，是不是？吼，好，来，欢迎马来西亚的爸爸妈妈，吼，好，欢迎你，吼，好，来，女儿三岁，一天到晚在说我已经长大了，是不是？吼，好，小学生对立的很多，有吗？吼，所以我就说啊，今天这一集是横跨各个年龄层，大家的所有的父母都应该要来听听看。我接下来讲四个对话哦，吼，好。我们从明天开始就改变我们的对话方式，好，改变这几个对话方式，啊，中间有一些方法可以引导，譬如说《报仇小怪兽》里面啊，在这一套是一个情绪桌游，教孩子从情境里面、情境故事里面啊，去解答。譬如说你们看不到文字没关系，这情境你看就是非得要妈妈才生气，我们画了好多哦，非得要人家生气的时候，他才会去动作，他才会去听。哦，好，我就孩子心里面，孩子想什么，我就是不想说对不起，大人却一直逼我说。哦，还有每次我看电视，妈妈都会催我关掉，然后去看书。哦，好，都是这种情境，家里面的情境我全部都画出来了。在暴走小怪兽这一套桌游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情境的卡牌，让你们透过情境的卡牌跟孩子去做演练。唯有演练才有办法训练孩子知道在那个状况的时候，我要怎么样跟妈妈沟通，我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情绪这样子发出来是不是不对的，他要练习啊，1200位爸爸妈妈他们要练习，我们要提供一个让孩子练习的机会，而不是只是告诉他不能那样做，我们一定要帮孩子练习。那当然这个之前已经讲过，我们自己必须要先冷静下来，我们自己要先知道说，哦，原来是因为那些心理在还没有成熟，那个原因是那些王老师之前讲的是那些，那王老师提供了一些方法，用情境卡去引导，用故事去引导，告诉他应该要怎么做。哎，好像还帮大家收集很多，有啊，你看啊，这个是孩子就是一直觉得为什么我不行，为什么我不行？哦，我觉得我可以啊，但大人都不让我端汤啊，大人都不让我帮忙啊，为什么我觉得不行？为什么要说我不行？好，哦，还有这个，好，哦，好，我好不容易写完作业以后，妈妈又叫我擦掉重写。好，哦，好，很多这种情境啊，很多这种情境啊。然后呢，我们告诉他写不好，他就觉得他写得很好，然后呢，他就不想要听，他就不想要改。你说王老师讲的对不对？现在现场有没有小医生的爸爸妈妈？小医生的爸爸妈妈，你说王老师讲的对不对？有没有这种？好，哦，就是这样啊。好，所以我说
沟通方法是我们最需要坐下来好好研究的。我很快速的讲完我认为的四种沟通方法，有些可能你现在正在用，不要放弃，继续用。好、哦，要把孩子训练成一个好习惯，没这么快。好、哦，那有些你可能会啊，原来我过去用的方法都是不对的。好、哦、啊，第一句话，好、哦，第一句话来给大家哦。好、哦，好，来，你要开始哦。句型一，你要跟这种好好讲都讲不听的孩子，你要开始用句型一，第一种句型让他听。第一种句型，告诉孩子，好、哦。很严肃的告诉孩子，没有在开玩笑哦，但我没有叫你吼哦，吼、哦、好，我也没有叫你吼哦。很多人都是大概三次四次以后就没耐心，就会开始吼了，这也是正常的。第一种剧情是跟孩子很严肃的讲，我再讲最后一次，我再讲最后一次。你可能前面已经提醒过他了，但是呢，你要养成一种习惯，告诉他我再讲最后一次。然后跟他讲话的时候，我有说过。那要让他专心看着你，我再讲最后一次。好、哦，如果待会你答应我的五分钟，好、哦，好，没有去洗澡或者是什么的话，那我一定会把电视关掉。好、哦，好，我再讲最后一次。这个是一种提醒法。只要养成习惯了，好、哦，孩子就会觉得你不是在用又吼又叫的这种方式在叫我。因为当我们用又吼又叫的这样子一个方式的时候，他们是抓不到重点的。你的声音是散在空气里面的话，那他就抓不到重点，他不知道要听什么。然后久了以后就会变成耳背，没有效。好、哦，所以你要每一次要关掉他的电视，要收掉他的玩具，要叫他去做什么的时候，你都把他养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习惯，告诉孩子，眼睛跟他直视，很严肃的跟他讲说，弟弟。我再跟你讲最后一次，哥哥，我再跟你讲最后一次，妹妹，我再跟你讲最后一次，妈妈再跟你讲最后一次。好、哦、好，待会一定要收完。好、哦，好，那一定要做完什么东西，然后移动到哪边去。好、哦，好，或者是什么东西一定要拿出来。好，那如果你没有做到的话，妈妈最后一定会把这一个故事书拿走，我一定会把电视关掉，我一定会怎样怎样怎样哦，不动气，不要动气。但是你要很严肃的去告诉他这件事，好、哦，你要很严肃的去告诉他这件事。1300位爸爸妈妈，好、哦，有没有学到呢？哈、哦，好，但是一样语气不能差。如果你的语气是这种，我再跟你警告最后一次，好、哦，就有一点，就是我知道已经生气了，已经生气了，我再跟你讲最后一次，好、哦，我再跟你警告最后一次，等等这样，你用这种语气的时候，孩子的大脑容易麻痹。因为你用很强烈的那个情绪去灌输他，去要求他做这件事情，他当下的时候是因为受到胁迫或受到你是大人，我害怕你的拳头，我害怕你的棍子，然后去做这件事情，他不会记得做这件事，这就是大脑的秘密，真的。好、哦，同样讲一句话，语气不一样，养成的规矩是不一样的。你可以用严肃、严正，然后还有很认真的态度去告诉他这件事情，你不需要用非常非常生气或暴怒的这种方式去告诉他，去警告他。这是因为这就是因为大脑 的整个功能上面的这些发育啊、发展啊，哈、哦，所以这里面有很深的学问。好、哦，所以就跟着老师这样子做，试试看，调整一下。1377位爸爸妈妈一定会有效，这是句子一哦。你看，我们才讲四分之一耶，在第二种句型。说说看你为什么不要。好，我不会急着去告诉孩子说你就是给我这样子做，你现在就要怎样等等。这个时候你可以反问他，反问孩子，说说看、哦、我讲的东西你都不听啊，你都不肯做啊。这个时候你就要问他，说说看你为什么不要。比如说你现在教他写功课，你现在教他联络簿拿出来或者是什么，然后他可能都没有在动、哦、他也没有在听，或者是他根本不理你、哦、这种太多了，根本不理你，有没有要气死了？有没有？哦、好来哦，哦好，那有没有那种根本不理你的？我好想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孩子根本不理你的，然后这种真的是，那这种的时候你就要反问他，好，那说说看你为什么现在不这么做？当然，你现在在问话，好、哦，你在问话，他当然要专心的回答你，他不能一边看漫画或一边看电视，一边看卡通，一边打电动，一边看抖音，
然后呢，你还在这边很凶跟他讲，说看你为什么现在不要，又是不对了，把他的那个环境全部都收干净，然后好好的来啊 ，OK， 没关系，我们来讨论一下下，你先说说看，好、哦，说说看你为什么不要，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你先听孩子说，让孩子有发言的机会，太棒了，孩子觉得他有发言的机会，他会觉得你跟平常不一样，好、哦，第一个，第二个。说说看你为什么不要这句话的话是刺激孩子思考去想你拒绝要有理由的，你不可以说拒绝就不拒绝，很多的孩子是直接就是不服从，然后不遵守，不理不睬。好，那其实这一群的孩子很多都没有在动脑的，所以我们允许孩子不要，我们允许孩子跟大人其实是有相反的意见，或者是他不想跟大人做，这个每个孩子都越来越大都会有独立思考判断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但是你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要告诉我为什么要他讲，就是刚后面这个红字啊，刺激他去想去思考，你不能说不要就不要，那你长大以后就变成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的人啊，对不对、哦、你反对要有理由，你要跟我讲你为什么不这样子做，好、哦，因为这可能是我们前面定下的规矩。来，那你说说看，搞不好他还是可以说出一些理由的啊。譬如说他今天很累，或者说是他想要先做别的，或者说是他已经先做完了，然后他觉得这个东西他可以在时间内做完等等。这个时候你们就有讨论的空间了。所以是第二种句型，好重要。好、哦，第二种句型你有学到吗？好、哦，再来第三种句型哦。好、哦，越来越重要咯。好，来，很多的孩子在大人跟他对话的时候。好好说都讲不听的原因是因为不认真不专心，不认真跟不专心，所以我常常会要求孩子，尤其是小学生，你重复讲一遍我说的话，如果他没有办法重复讲一遍你说的话，妈妈说的话的时候，然后呢或爸爸交代的事情的时候，表示你刚刚根本都没有输入那些资讯，你讲了一大堆，根本就是散在空气里面，然后呢，或者是左耳进右耳出，你讲了十遍以后，你怎么可能不生气？不用十遍啊，你说我讲说三遍，你是不是就已经开始动气了？尤其是在回家之后，还又忙又乱，然后又多事情，又多家事要做的时候，然后孩子还要赶着上床的这样子一个这么短的这些时间里面，大家都会很崩溃。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这是在帮助孩子专心。我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现在的孩子在听人家讲话的时候都不专注，他们分心的事物太多了，他们一下子要做太多的事情，又要玩这个又要玩那个，然后又要碰这个，然后又要学那个的，所以当他们平常都处于在这种分心状态的时候，我们在跟他们对话的时候，他们也都没有很专心听。很简单，你讲完了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总是不听，齁、哦、他总是不想要听，都要弄到你发脾气，每天都是那件事的时候，当你讲完了以后，你请他重复一遍我跟你讲的话。好，那他能重复出来表示他有在听。他如果还是不做，这个时候就开始进行讨论。不要连听都没有专心在听。那连听都没有专心在听的那种状态里面的话，你们的亲子关系当然会很崩溃，因为你有在教，他没在听、哦、所以这就是一个王老师常常讲说，这就是一个分心时代，这是一个分心时代。我们希望帮助这群的小朋友更专心，更专心的话学习才有效率啊，然后你们亲子互动的时候才有效率。我讲一遍的时候他就会回应了啊，不要讲了五遍八遍的时候他才回应啊。每天我们在看那么多的小孩，我们就发现十个孩子里面现在有至少五个孩子是分心行为很高的，分心行为跟分心的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是很多的。那这样子怎么教得动呢？这是第三种句型，重复我说的话，好、哦，重复一遍我说的话，好、哦，来，有没有学到嘞？好、哦，好，来，小千妈妈说真的很崩溃，不过你明天后天以后开始改变你对这种，就是好好讲都讲不听，非要人家凶才会听的这种小朋友，好、哦，你改变你的说话的方式，好、哦，你改变你说话的那个方式，好、哦，你会发现整个会不一样，好、哦，好，那如果这四个句型的话，其实我觉得只要用到一两个的话，就会开始有效果了。就会开始有效果，因为这跟我们平常的教养习惯很不一样。第四种，第四个，哦、我觉得 也很重要哦。这个是我们在情绪教育里面，在暴走小怪兽的这一套情绪教育桌游里面的第一课，
第一课就是教孩子情绪觉察。什么叫觉察？觉察，觉察，觉察的意思就是要察觉，察觉，察觉是动词，好哈。那察觉到别人，别人在生气。你说为什么要察觉到别人生气？因为很多的小朋友连妈妈在生气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在第一课的时候在教孩子情绪觉察。所以暴走小怪兽这一套桌游里面，既教又教孩子同理心，又教孩子自我反省的能力，也教孩子情绪觉察，齁，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这些东西都具备了以后，他真的比较容易跟外界互动，然后呢知道你在教什么。所以这一句话叫做，你觉得妈妈为什么在生气？你觉得爸爸为什么在生气？你看我跟孩子的对话，我都不想要讲得漏漏的，一句话一句话，要么让他思考，要么让他专心，要么让他先觉察到情绪。有些孩子回答不出来哦，甚至有些孩子不觉得你在生气哦。哇，那接下来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做自己行为的连结。什么叫做不能做到行为的连结？他的功课先摆旁边，先去玩玩具这件事情，被提醒了很多次，父母当然会弄得很生气。当你在生气的时候，他还没有办法觉察到这个空气已经凝结了，妈妈已经不对了，爸爸已经 要暴怒了等等的，都没有办法觉察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当然没有办法连接到自己刚刚犯了什么错。他当然没有办法连接到啊，我答应过人家，结果后来我违反了，我时间到的时候我东西没有收，我还依旧在看电视，或我依旧 在玩玩具。所以一个情绪觉察，觉察别人不对劲等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齁，为什么会被我们放在暴走小怪兽的第一课？因为这是最重要的。当一个孩子跨境四岁、五岁、六岁的时候，他就要开始有一些情绪觉察的一些能力，知道别人在生气，别人为什么而开心，然后呢，我是做了什么事情让他开心，我是做了什么事情他才会这样子生气，不跟我玩等等的，这就是第一课啊。第一课如果练起来以后，后面才能开始陆续的去练习同理心，然后去练习情绪表达的能力，然后去练习情绪管理的能力，冲动控制的能力，这就是情绪教育啊。可是很多孩子在家庭里面的时候，侦测到大人已经不对劲了，或者是妈妈已经在生气了，空气已经不对了等等这样的一个能力其实都不够。你说老师讲的对不对？齁，好，所以这句话就是帮助你的孩子去思考，去觉察大人的情绪其实已经不对了。哦，好，所以可以，看看暴走小怪兽这一套情绪桌游怎么教的 哦，可以来，都可以来看看，好不好？所以你看这四个沟通法是非常非常重要。好，那我就说 要送给今天留到最后的这么多的好朋友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除了刚才讲的沟通的方法以外，好，然后还有你了解孩子心理以外，这些会好好讲讲不听，都要人家凶才会听的小朋友，刚刚我在最后的时候我有讲到两个字叫做连结，他很难连结到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这是一种自省能力发展还没有成熟。 我都不喜欢讲小孩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在讨论的大部分孩子的这些行为的这些现象都跟成熟跟不成熟有很大的关系，至少有七八成以上都是不成熟造成的。那不成熟那也是正常的，可是我们要帮助他们成熟啊。那我们今天在讨论的这一集，孩子好好讲都讲不听，非要妈妈生气的时候才会听，这个通常跟一种我们在临床心理学里面在讲的叫做自省能力上面是有关的，自我反省的能力不足是有关的。好，所以除了刚刚我们改变了我们的沟通的方式，我们从明天开始的时候改变了我们的沟通方式，用那四种句型以外，也了解他们的心理，那孩子有没有该练的东西？当然有啊，要帮助他们自省啊，自己去连结啊，我做错什么啊，你如果没有连结上他不会改啊，齁，他不会改啊。所以教养这件事情就是父母要学，孩子也要学，齁，父母要学，孩子也要学，或反过来讲，孩子在学，父母也要学，齁，这是一个双向的，这是一个双向的。所以今天要送大家一个儿童自省能力训练表，齁，儿童自省能力训练表，我把它重编是今年最新版的，齁，好，
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哦、每个年龄、哦、你看密密麻麻的，你看不到，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哦、好，哎，我们应该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大家可以啊，哦，这是培养孩子自省能力的一些法宝，你可以扫这个 QR code 去看里面我选了哪些东西，给大家可以训练孩子的自省能力，帮助他连结，帮助他觉察情绪，帮助他解决问题、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今天的这一集就是在帮助一个孩子成熟，他好好讲都讲不听，是某方面的不成熟，所以我们要用一些方法来帮助他。那刚刚讲的那个自省能力发展的那个训练表啊，蛮重要的，我今天重编了以后，你就扫这个天才领袖的这个 QR code、哦、加入王老师的这个社团、哦、好，最近诈骗很多、哦、如果有人拿我的头像 来跟大家讲请你们去买什么东西的话，都不要相信哦，我的社团只有在这边哦、所以我就希望大家来看直播，你看我介绍的一定是就是我们真正的那个社团、哦、然后那个粉丝团的话一定要看是蓝勾勾、哦、不然的话我不会随便 Q 大家、哦、不会说随便要你加入什么什么这些的、哦哦、这个才是王老师 的社团，都在发送教材，免费的发送教材，都在免费的发送文章、影音跟更多的方法送给大家，我们不会发送这个东西然后请你去捐款或者说是什么，绝对不会，要小心这些诈骗集团或者是利用王老师的肖像然后请大家加入什么，我前一阵子还看到很好笑，用我的肖像然后去弄一个什么股市的社团或者什么，哎，这个我怎么连我都不会，然后你怎么那么厉害，你是怎么抓的、哦、好好，那就是这里，王老师的社团就是在这里，你加入了以后，今天要送你儿童自省能力的训练表、哦、从两岁、三岁、四岁，然后到九到十二岁，我都有一些训练自己反省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法，所以你看了，我今天教了三阶，第一阶你了解孩子的心理，第二阶你要改变跟孩子的沟通方式，第三阶帮助孩子发展自省能力，这样子做你的孩子就会越来越不用用情绪，他才会听，好好讲他也会听，好，希望今天的这一集对大家是有帮助的哦，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